然站在原民处的立场上面，要照顾跟兼顾到我们所有原住民最大的利益来做考虑。那目前木谷木语的部分，在这个同盟跟榕树地区的部分，那当地的居民呢，主要呢，但目前的意见还很分歧。不过有几个重点，在去年六七月份的这个部落会议及部落说明会上，他们也表达的很清楚，也很具体。那包括这个入山管制的部分，希望能够让山里休息一年，还有这个针对这个导览的部分呢，似乎有一些污蔑到当地的文化，那甚至一些生态，因为人数众多，也造成了一些生态的破坏。那另外这个交通的阻塞也影响了他们的耕作权，跟这个社区的安宁这个部分呢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诉求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是我们原民处目前要优先处理的部分。